也亲他一口，老妹儿，我得走了啊！不管他闺蜜，这是命缘，老铁们，这是纯命缘，兄弟们啊！这他妈是纯纯命缘的，天哪！这大哥老铁们真他妈漂亮，这小死娃老铁们真的，对我他妈穿上高跟鞋，对我他妈1.8米啊！这大腿老铁真长，兄弟们啊！这老死大腿老铁真长啊，兄弟们，嗯，这老大腿老铁们，说实话，我搁两只手老铁掰都掰不动他啊！哎，这死玩意老铁们，正好坐我面前了，啊，真是老铁那回事啊，啊！博龙，你不是给买新手机吗？还用破手机呢？那个是拍段子吗？还是小姨子的？拍段子，兄弟们，那是那什么广告，兄弟们，那是其实广告啊！来，家人们，咱们那个博龙10000成不？铁子，你就不用拉是12000-20000的。我多了不说了，来，我给你设个小礼物了啊！你后俩搁这又10000又20000的呢，来，我就看你今天啥牌面来啊！我多的也不用刷，你不用10000-20000的，就十根穿线，我看你啥牌面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有个哥们，咱直播间老铁有个哥们，又10000又20000，老铁我俩就省着没有用的呢啊！你就啥也不用，你就不用吱声，就十根穿线，我看你啥牌面，兄弟们来。我说没有你媳妇好看，39.8元，兄弟们，拍一发2斤的火锅糖，咱自家粉丝老铁们，咱们在这时间之内能上刺刀的老铁们必须干他一单，来，39.8元，拍一发2斤，俄罗斯的混合糖，兄弟们，好吃到老铁们不得了啊！混合的兄弟们啊，2斤混合糖，都是一些高端糖果。真那么漂亮，兄弟们哈！我这优劣自己干沙包子，还有菜呢，老铁们，还有菜呢，兄弟们，优劣好像还有一道菜啊。他刷个文龙啤酒他都费劲，确实，兄弟们啊，俺他妈整个啤酒他都费劲。龙导，那个看一下那个大高个呗，那大个好看，兄弟们，那大个老铁们一看就纯典型老铁，俄罗斯女孩，兄弟们，那大个老铁纯典型，看见。完了，你看他那样给你刷十个穿线那样吗？哎呀，咱就吓唬吓唬他，这就完事儿了，就自己就撇了。然后兄弟们，咱把那个混合糖，兄弟们，39.8元拍一发2斤，2斤的混合糖，老铁都是价值在超市老铁40-50元一斤的。今天文龙给你们老铁发2斤，39.8元，咱马上过节了，给自己家孩子老铁尝一尝。来，兄弟们，2斤混合糖，老铁们没上刺刀的必须捞他一单啊！文龙，我能吃40-50个啊！去俄罗斯不能找名媛，什么价格啊？没有什么价格，兄弟们。对面文龙一直看你，肯定的，兄弟们。但是咱这气质，老铁，咱往那一坐，他一看老铁，咱兄弟们，你可以老铁撇文龙啊！我就为了给你们热闹，就这餐厅老铁菜系，我都不是说小瞧他们铁的，我都很少吃啊。这菜系老铁我都很少吃，我不是狂，吃不进去啊。大哥不能瞅你呢。大哥，老铁掉坎子来了啊！还有，你说爷爷死爷的？看房子，老铁有点来不及了。龙，你吃的啥？我啥没吃。看房子去了，宋，有时间你过来上我这溜达来啊！你看我这回我的房子买的市中心，牛逼不？150W人民币啊，1000，我看看多少钱，销六。1900万卢布，我看老铁合多少钱现在啊？我给你们算一下，老铁们，1900万卢布现在合多少钱？咱直播间粉丝都给我算一下子来，我这手机老铁网打不开了，来。吃点吧，别饿着，要不然没劲儿。啊、嗯，没有网。1900万卢布，咱算一下老铁合多少钱啊？完了，我房买了吗？没有，去马上去看去。出来了，我瞅一眼啊，兄弟们。110多。
咱是够165万人民币，165W，兄弟们啊！完了，没必要买房子吗？咱瞅一眼，兄弟们，看看来，这个房子，老铁们，150人能下来。咱们在这时间之内，兄弟们啊，咱们能点红心，老铁，咱点点小红心，然后把那个混合糖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混合的，咱们拍一发2斤，兄弟们啊，这大哥老铁真他妈漂亮，小金发啊，2斤的混合糖，兄弟们，39.8元，拍一发2斤啊。咱们在手机老铁看什么？手机老铁回过我那桌一撇，又我就落着啊。啊，那小死名媛，老铁，看那小死名媛，家们看着吗？啊，穿小皮裤过来的啊。那老铁一笑，老铁那大嘴一来了，老铁们啊，那死玩，老铁们是吧？我那16万人民币嘛，160W，在他妈列宁大街，铁子啊，在列宁大街，老铁最一卡金的宝来说最繁华。哎呀，那小腰，老铁真好，那小死玩那天小腰，老铁们啊，完、啊、那小腰，老铁你穿那小死玩意啊。哎呦我操妈，泡那小伙老铁长得也精神，整个小黄毛子啊。长那小伙老铁长得也精神啊，啊，长那小死出老铁知道？还帅哥哥老铁你好可爱，那说啥我都跟你说，我都不用上跟前，我就是老铁嘛，我搁这嘎我都能闻出他啥味儿啊。那卡布刀老铁嘛，翘骚的，咱不用说别的，还、啊、死腰老铁们知道？我这角度老铁再给你晃一眼，铁子们啊，我这角度老铁再给你们晃一眼，铁子看，你看那小卡布刀铁子们看着吗？啊，肯定都不用寻思了，铁子们啊，溜溜跑哪儿去了？溜溜。整这股死味儿，老铁们，说实话，真的让我今天无法就餐。哎呦，这漂亮，兄弟们，这个漂亮啊！这儿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啊！他俩老铁一起的，兄弟们，他俩老铁一起的呀，他俩漂亮。哎呦，这会儿还有俩漂亮。哎呦我去，真他妈漂亮，兄弟们，今我他妈现在可得意这儿了，兄弟们，真的有点跑哪儿去了？你看这俩漂亮吗，兄弟们？这俩好看，老铁不说，这会儿还有漂亮的，知道？啊、这老铁，这女的也用手，老铁们也用手抠。袋呢？把给的呢？没有。把裙子没有。